为啥斯嘉辉能5-3最终两局领先？你看完输掉第一局后，他左右开弓连续破百连胜的这炸裂俩局，你大概也就明白了，若手上的功夫再谨慎那么一点的话，等待布雷切尔的结局可就不仅仅是两局领先了，击球成功率能高达97%。你能想象到这是一个怎么样恐怖的数据吗？有时候你会质疑他，这长台打得合理吗？不合理，但他就是这么打。然后打着打着又打出一个春天好局，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年轻人的魅力，每一个细胞身上都散发着让人热血沸腾的拼劲和冲劲。8，感慨这么多也就不再废话，请各位看官好好欣赏欣赏。16, 7, 25, 6%, 1.
8. Seventeen. Seventy-seven. 想当年，另一个辉哥，也同样是意气风发，震撼世界啊！只是可惜了，世锦赛、大师赛连续被火箭教练，没能趁着年轻再进一步。等走出来时，可就感觉已失去了年轻时的那股杀气了。然后评论区，也留下您宝贵的看法了。